好，最佳男配角奖，张颂文。恭喜，有请获奖者上台领奖。张颂文成功地饰演了一位具有职业道德标准的成熟的记者形象，对青年记者理想主义的呵护分寸把握准确。我非常高兴，首先感谢金熊猫奖的主办方，然后我感谢评委团的主席张艺谋先生，因为我刚才在证书上看见他签名了。然后我感谢电影单元的评委的每一位老师，谢谢你们给我这个荣誉。然后我想感谢电影的出品方默默影业的唐岩先生，还有刘小昭女士，感谢不止不休整个摄组每一位成员。我因为没有准备好应该说什么，所以我感谢每一位支持我的观众，每位帮助我的同行老师。这个奖对我很重要，我会用它来鞭策我自己做得更好，我希望我能做得更好，让我们所有的同行一起把工作做好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演员张颂文。祝贺，祝贺张颂文。